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即老实讲啦，第二次嘅《啤李晚报》，如果唔系上线要真系灭口啊，但其实冇用啦，个转路咁正。哇！我谂而家两个上线真系熬捻晒底。咁啊，震到震到包王啦，真系唔捻知点算。李家超同学啊 ，OK。咁啊，又唔係好熟嘅啫，咁但係有陣時咁講，一齊做同學，或者屌看即係問題，你話個經貿辦啊，點會請個咁嘅退休差人去咧？都好撚奇怪嚇、啊。好啦，嗱聲啦，咁一個香港文學館啊鬧雙爆嘅案咧，咁其實就啊好多年前㗎啦，咁啊大約十年前啦，有一個香港文學館就成立咗啊，咁啊係點解咧？咁啊冇嘢啦，好地地啦，咁啊成立咯啊！點知喺稍後咧，即係突然間2013年啦，又有個香港文學館真係好成立喎，係咯，整個翻版啊，係一模一樣喎。嗱，以前咧，譬如我哋通常咧，啲左派右派咁都會有啲唔同嘅記者協會、記者聯會都有啲唔同交協交聯係啦，佢又唔係喎，人哋明明個香港文學館喺度。嗱，以我所知，第一批咧即係。我睇個彭志銘嗰條，就真係香港呢扎咁嘅文人嘅。第二批就一班咩人咧？拆上邊鞋嗰班。嗱，都係香港文人咁樣講。然後第二批你2013年即係舊年咧，又做個香港文學館。嗯。喂，咁其實你係咪可以叫香港文學會啊？叫乜都得噶嘛。就係咯。啊，咁啊已經係中國香港文學館啦。啊，即係話 whatever 啦，係話即係冇必要咁樣做啦。好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咁啊，茶杯嶺風波喺2023年發生，我哋係唔會點樣報導，或者我哋冇，或者報導過都唔明，唔會好上心、嗯、啊。好啦，咁但係被指為呢、這個啊雀巢鳩佔啊，學人哋個名嘅香港文學會咧，就辦咗一個喺中央圖書館啊，擺一個南來作家展。OK， 咁啊點知咧就被一個資深記者，亦都係香港市嘅研究者阿潘慧廉咧，咁佢都係我啲 Facebook friend 嚟，咁我都睇到。嗯就話佢喂有冇搞錯啊？你多項錯誤，即係資料錯誤 ，OK？ 又涉及侵權嗱，我細節唔講嘅，實在太長啦。等等，咁好啦，嗱，佢唔係唔認巢嘅喎？點解咧？佢當佢被指發話佢侵權或者話佢資料錯誤嘅時候咧，佢係有去 amend 翻佢喺而家嘅中央圖書館嗰啲資料嘅，但係仲有啲。唔係好妥善嘅地方，於是乎咧，阿潘慧廉咧就帶埋 OK 即係已故嘅阿小詩嘅著作《香港文學散步》啊，佢諗住同佢對，唔好話對質啦，即係叫佢改翻嗰啲繼續係誤導啊啲地方啦。小詩嗰邊冇錯啦，佢就攞咗人哋導小詩版讀嗰啲相嚟愛嚟就話係啦，又或者另外有啲啦，譬如話。人哋影同阿張愛玲影嗰張相就話係阿張愛玲嘅自拍照，即係張愛玲書嘅封面。喂，咁你老實講，你即係阿咩改翻佢就得㗎啦。嗯，喂，佢有啲有改嘅，即係改啲唔改啲啦。但係有啲冇改。好啦，人哋阿潘慧廉咧再上去，即係或者要求佢改啊，即係起碼你唔好誤導嗰啲人啦，啊資料唔好錯啦。我咁啊好簡單咁啊食 Q 嚟咯。咁嗱，趕你走。咁其實咧，嗱，老實講，我啊覺得我冇乜品評嘅。咁撚惡，我淨係話，當你知道呢一個香港文學館，嗱，真係要搞清楚。嗱，佢唔會改名嘅。嗯。喂，咁我諗之前嗰個即係班香港文學家去 form 嗰個咧，可能叫香港文學館2013咯之類啦。但當你知道呢一個啊嚇，舊年成立2023年成立嘅香港文學館嘅背景之後咧。咁其實你哋對佢嘅做事手法唔應該有乜嘢，真係奇怪㗎啦！嗱，親上嗱，而問題係，其實你哋都係讀書人啦，係嘛？呢班屌垃圾人，根本係柴仔太搞嚟咗呢扎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嗱兩單嘢啦。第一單，我真係唔知點解，即係中醫咁撚有錢嘅首先。咁啊，警方發現越來越多自稱律師團隊或者偵探社。嘅騙徒利用社交媒體嘅廣告同埋呢個搜尋器嘅廣告，去引誘騙案嘅受害人，聲稱可以代為追討佢哋被呃嘅錢，而且追討損失嘅成功率達到90%。咁啊，呢一次咧，原來係
即係進行二次詐騙啦。簡單啲講，即係二次傷害、二次詐騙，即係再呃咗你一鑊。咁而係有人咁樣蠢。嗱，老實講，你話我係嗰啲咁嘅人，我都唔知報唔報警好。第一鑊你蠢都幾撚蠢㗎啦，但係算啦，冇辦法啦。有陣時即係人人都會賴下嘢嘅，即係蠢第一，唔係第一次衰係人哋奸詐，係啦，第二次衰就真係你蠢，你真係冇辦法。OK， 但係第二次都賴嘢，仲賴個敏敗嘢，仲勁過第一次幾倍。屌你老母，我真係覺得幫你唔到。你諗下，你損一百萬俾五百萬人，人哋追一百萬。好啦，嗱，有個受害人係69歲嘅男中醫，今年一月，即係半年前啦，收到個 WhatsApp 嘅信息，聲稱可以透過網站。去促銷，幫佢促銷，即係做廣告啦，賺取佣金。於是乎被人呃咗100萬，細節唔講啦，被人呃咗100萬。其後佢喺網上見到廣告，話可以透過法，有人話自己可以透過法律途徑為佢追討騙款，而且成功率達到90%。於是乎佢好似見到，哇冇諗到跌咗一球喎，佢好似見到屌你老母救世主一樣啊！佢根據呢、這個。所謂的即係土地公司的指示，他先後將500萬港元，500萬已經夠諗蠢喎，存入幾十個不同的銀行户口，你真係實在好諗蠢。作為服務費同埋擔保費，嗰兩個月後，他懷疑，咦咁諗耐都收不到錢嘅，屌你唔通我俾人呃？於是乎上個月18號報警求助。警方發現，哇！呢個係俾人呃啊！亦都要求咗有關嘅網絡公司咧移除呢個騙案嘅，即係騙徒網站咁講。好啦，咁警方話：喂，如果你懷疑咧有任何懷疑喺網上邊，就去聯絡呢個守網者。嗱，呢個守網者我諗係警方嗰啲網站嚟啦。嗱，我未睇過呢個守網者，但係我真係發覺咧，大家聯絡守即係有懷疑有咩嘅話咧，去聯絡守網者係合理嘅。即係我都唔會同警方抬供，但係亦都唔好信曬喎。因為點解咧？第一，我唔知個守望者係咪假嘅，都會有啊嘛，係嘛？第二，喂，如果守望者 update 唔切嗰啲虛假網站資料咧，你都係會中伏嘅喎。總言之，要你俾錢嘅佬喺度唔俾，就係咁簡單㗎啦。唯有網上面屌話即係死人冧樓。OK， 好啦，第三單。咁啊呢單嘢冇乜好特別講嘅，但係我睇完即係啲相就我就明白點解呢一個中醫要用呢一種手法咯。嗱，話説前晚東張西望東張西望咧，嗱唔係講何伯啦，係嘛？就講到一名太太Dana 或者 Dana 啦，因為老公有濕疹，於是乎去揾個喺網上面揾到個疑似無牌就專醫濕疹。嘅叫阿紅嘅中醫，喂，點知阿紅咧喺同老公睇病醫濕疹嘅時候咧，竟然幫老公手取精液。嗱呢一個 term 手取精液啊，即係我哋揸牛奶啊，佢用手取精液。即係點啊？即係打出嚟咯。好啦，佢話要用精液嘅顏色去了解病情，咁就懷疑老公俾人非禮。即高人喎、啊。於是乎去東張西望咧。就投訴，即係護士幫你打。唔係，係嗰個中醫啊。東張西望，於是乎派出攝制隊去放蛇，睇下呢個阿紅究竟係點樣治療男性病人。好啦，東張西望個攝制隊，喂，成隊攝制隊喎，我係嗰阿紅，咁唔開唔俾你啦。啊，唔係，係男定女啊？女人。O K。紅色個紅就係、是、個中醫。喺入屋之後，阿紅咧就要求，我諗呢個攝制隊咧，我諗我冇睇噶嘛。我想是一條友入去嘅啫，即係放蛇啊！可能揾啲即係嗰啲好細嗰啲咁嘅攝錄機啦。就話喂，你要除上衫，我要幫你清毒喎。我未知中醫啦，喂你熱毒、你寒毒乜鳩都毒噶啦，幫佢清毒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話要幫佢手取精液，又係手取精液喎，愛嚟解決早泄問題。咁但係攝制隊嗰條放蛇友就話：喂冇啊，我冇呢個問題喎。OK。阿紅先肯停手除佢條褲，好啦。而另一方面咧，阿丹娜咧為咗幫老公討回公道，於是乎咧，佢就連埋攝制隊，包括埋阿貓仔，即係叫黎歡兒嘅主持啊，一齊去到 OK 阿紅嗰度啊。佢首先就問阿紅：，喂，呢度係咪我嚟做生意人㗎？
阿雄嗰時未知，可能未知佢哋係即係嚟咩啦，嚟踢館啦，就未發嬲，就話唔係啊，我自己住嘅咋。嗯，佢都醒目，佢就問：喂，你有冇中醫牌啊？阿雄咧，好啦，就即刻話：喂，屌你老尾，唔好影，用氣同用手遮住鏡頭。嗱，我諗阿丹娜同埋阿貓仔咧入屋嘅時候就已經係成隊人啦，就唔同之前都可以放蛇啦，遮住鏡頭。佢話：我呢度是中醫保健，不是醫病假。咁啊，丹娜咧就好興啦，屌你老母！你在網上面話你係中醫，我老公嚟睇濕疹，你個除褲同佢打飛機，你咩意思啊？我想問你，你到底係中醫定係雞啊？咁樣啦，阿紅咧老羞成怒，就想拱開啲攝制隊叫你走，話要報警。好啦，但係攝制隊梗係繼續問佢啦，同埋貓仔嗰啲，同埋丹娜即係老公。被人手取精液嗰、那個啊，咁阿紅竟然係奪門逃去啊！入獵之後，貓仔又追埋入獵喎。那個主持人黎歡兒，佢甚至乎大力擁咗嚟阿貓仔一下啊！咁後來咧，佢落到走六九樓，走到落樓梯喎，走樓梯喎，即係入唔到獵喎，落到樓下揾保安，叫保安報警，但係保安竟然唔撚理佢嗱。其實保安好有問題啊！屌你老尾！你個租客又好，住客又好，幫手報警。你應該要報警嘅，你因為你唔能夠，因為佢係或者你唔中意佢咁樣噶嘛嚇。好啦，最後報咗警，佢堅持只係提供按摩保健服務。阿丹娜就話：你啊，淨係著件 bra 入邊啊，件衫入邊淨得個 bra， 邊有中醫係咁噶？嗱呢一樣嘢啦，丹娜我同你講，而家諗起天時，嗯，衫入邊得個 bra， 唔好話中醫啦，係女人都係啦，唔通著三件衫啊？啱唔啱啊？好啦，貓仔亦都問佢：咁點解你要摸我同事嘅下面啊？攝制隊就係放蛇噶啦，啊！你做乜除我條褲？話要同我手水精液啊？阿紅啊，不停咁講要攞證據，攞證據。咁後來阿紅都係被捕嘅，被警方用無牌按摩。嗱，首先咁講，真係慘！你一個女人，性工作者啊，乜都好啦。喂，點解我你唔實牙實齒話屌你老母？按摩一係冇牌噶嘛，你不如按摩啦。喂，按摩都有牌噶喎，咁好你無牌行醫啊，係嘛？又或者你曖昧啲，索性係打飛機啦，即係提供。好啦，你而家咁樣又話醫濕疹又話成，跟住嚟到人哋嚟到，即係包括丹娜老公啦，你就話嗯嗱，唔好介意，我要揾你啲精液嘅顏色睇下，我先知道你係咩病。即係同人手取精液，即係幫人打飛機。咁如果你講到呢個咁奇妙嘅醫法，咁我係馬佬，我會覺得咁啊，阿醫師，你有冇地方啊？我入去打個老飛，我冇乜所謂啊，俾啲精你咯，唔使你同我打啦。啊，即係其實你講嚟講去想賣 hand job。咁我嗰陣時一睇完，屌你老母，你咪正正經即係做計劃，正正經幫人打飛機咯，搞咁多嘢又要著醫師袍。老公問題，咁你佢老公就知呢間，因為呢間唔係中醫，係中醫保健。如果大家去開嗰啲深圳都知啊，中醫保健就係打飛機嘅啫，因為有保健兩隻字，係嘛？即係等於中醫養生都係打飛機嘅啫。好啦，咁你老公就真係打飛機，俾你發現咗，於是你老公就作為實我睇濕疹乜乜乜嗱，然後你哋走去當佢真係正宗嘅中醫咁放蛇。呢個係好有可能嘅，係咪啊？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去骨場啦，我聽人講啦，我冇去過啦。三角哥啦，一寫住，係中醫保健，你都知道咩路啦，係嘛？屌你老母！好啦，你頭先你個推斷係好有道理嘅。佢因為點解咧？佢話因為睇個西醫無效，喺網上面揾到一個而專醫濕疹嘅阿紅咁講，即係老老實實講。咁佢去完嗰度，佢冇都冇理由無端翻嚟。喂，老婆，即使我當你咁蝕底啊！喂，今日我去睇中醫，個中醫好撚黐線，點樣黐線？冇啊！佢話要攞我啲 sperm， 攞啲精液出嚟睇下係咩顏色先知道我個病況。咁點啊？跟住就同我老打咯。喂，你都唔會咁講㗎，反而係屌你老母！咦？你睇邊？你話睇中醫？睇咩中醫啊？你知啊，少俾人問你上嚟，西洋菜街，屌你嗰度一睇都冇牌噶，咩嚟噶？嚇，或者去揾多啲資料。咦，你知佢有廣告啊嘛？屌你有冇有廣告咧？或者寫住中醫保健啊嘛？
啲女人唔係傻啊嘛，於是話喂做乜撚嘢呢個屌你擺明嗰啲客，梗係唔係啦？屌你，佢睇濕疹咋？你明知啊，老婆。佢我有濕疹噶嘛？不嬲都有濕疹，你知啦。佢話要睇我啲精啊，嚟咩？嗱，於是個大話就越講越大。老公咪去報串咯，咪、那個老婆咪去報串咯。而屌你老母，你最慘東張西望嘅，其實你正常嚟講一睇就知咩事啦。係啊，咁但係你又咁講，有收視啊嘛呢啲。呢啲係好有收視嘅。係啊，嚇、啊！咁當然啦，我亦都明白呢一個阿紅啊，點解要賣呢啲？我睇下相先。有阿紅嘅相？有，不過嗱，喂，正喎、啊，右手邊嗱，右手邊嗰位阿黎歡兒阿貓仔。哦，超。叫人唔好咁大力，阿 Cattle 嚟。係。喂，我淨係睇阿紅呢隻手。你去啊屌！同埋呢一件中衣袍，我屌你老母！喂，佢唔係掛羊頭賣狗肉，佢真係揾唔到食嘅喎。你搞清楚喎。係。佢一定要掛羊頭去賣狗肉嘅喎、啊，甚至乎連你嗰個推龍都即刻降低一半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真係可能要憑藉住其他嘢，譬如醫濕疹嚟。喂，如果你唔係邊可能啊？你冇得點我啊，嗱啫，千葉 B B 咁款喎、啊，要行得開啊，冇得喐啊，咁樣嗰只啦，係嘛？好，休息陣。